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月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继续翻看我们的伺服日记。来，观众，我们上一集呢，不就是呢，继续延伸了我们的兔子农场，将我们的兔子农场呢，做了一个咻咻咻咻咻样式的啊、哦。虽然说这个实用性不是很高啊，但真的是啊，非常非常的舒压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东西记得清走。我相信观众应该也觉得这个兔子农场非常不错啦。然后呢，我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进来看了哦。一上线之后呢，就发现哎，有人在我们的这个房子前面放了一个箱子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、哦、这是份神圣的礼物，然后是阿蛇留的天蛇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乳汁风范什么东西？这什么色色的东西？我们偷看一下，乃至乃和平象征，乳不平何以平天下？乳不惧何以惧人心？是以贫者孤王之道，未成则是平方，平四方王土后人。什么靠？什么鬼？我后面怎么都是这个？我们翻到最后一页看看啊，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页有什么、哦。最后一页、哦，哼，信乃子得永生，就这样子可以吗？啊？什么鬼啊？就这样。好，我们要去，我们不理他。这本要把它偷偷藏好啊。我看要把它藏在哪里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来驯服一只羊驼。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羊驼，虽然说它们算是绑起来，但这个是没有驯服的、哦，我们要稍微驯服一下，就跟驯服马应该是一样的。哦，就像这样子成功冒爱心的。那冒爱心之后呢，就可以打开背包，把我们那个储物箱，像这样子啊，把储物箱放在骆马身上。然后就可以进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东西吗？我们就把这本书塞在这里面。正常人应该是不会特别来打开这个箱子的，我觉得。总之就这样子啊。那我们今天的话要做什么呢？今天呢，就是有其他的 VTuber 啊，要来参观我们的这个世界啊。那既然有人要来参观，我们理所当然的啊，一定要做个恶作剧嘛，对不对？恶作剧时间。这个在我们伺服器已经是传统了嘛，对不对？相信观众也已经看过很多次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呢，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恶作剧。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恶作剧啦。它呢，就是一个利用地图。各位知道，就是地图会加上展示框的话，就可以形成像这样子的效果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如果复制很多很多张地图的话，就可以排出一整面墙的，就是地图柜嘛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要利用这个地图柜哦，来做一个特别的恶作剧啊。不过我在这边讲过程中，应该听不太懂啦，我就直接去准备一些地图好了，准备一下地图，然后直接去先做一个地图柜出来啊。那地图的话呢，基本上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这里甘蔗太多了，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这里甘蔗没很多啦，但我全部收起来应该是还挺多的、啊。来来，我们把全部的甘蔗收起来一下。哇，等一下，各位，我那个甘蔗还没收完啊，我只收这一排而已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已经靠一箱甘蔗嘞，这个量其实真的还蛮多的。那我们现在甘蔗很多嘛，然后铁的话基本上也不用讲嘛，我们有铁人塔也很多。再来就是红石啊，红石我们之前也挖了不少。基本上有这三样材料，我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地图哦。那有这些地图之后，就可以来完成我们地图会的计划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先做一个地图出来啊、哦。来来来来来，指南针，然后空白地图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带着这些空白地图啊，飞向远方一下啊、哦。我们要找的东西呢，是一片空白的海洋。这样子呢，才能做出完美的就是蓝色地图、哦。这边应该差不多，我们打开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一张有没有全蓝啊？哦，不行，各位观众看一下，这张地图虽然说全部都是海啊，但它太浅了，所以说这一张地图不能用。我们要再飞更远一点哦，像这个地方感觉不错，这个地方应该就够深，我们就再打开一张看一下这张有没有全蓝哦，好像有机会。这张哦，这张好像是全蓝的，各位，这是一张很棒的地图，这张很棒，看一下，完美的全蓝地图。基本上只要有了这张地图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出非常可怕的效果了。那这张可以丢掉了。
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第一张纯蓝的，就是地图了嘛。接着我们就是复制一下地图啊，这样可以不断的复制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要慢慢点蛮麻烦的，但就是复制地图，我们要复制很多很多张哦。所以说我们也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纸盒，就是铁，稍微准备一下啊。我告诉我这样子随随便便一口气就做64张了，64张空白地图。可能不太够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先试一下效果好了。我们赶快就是多复制一点纯蓝地图啊，赶快复制，赶快复制。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地图后面复制是蛮方便的啦，因为它可以一次复制64张地图嘛，就还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地图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接着我们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收取皮革。我们这边皮革不知道多不多啊？看一下，我操，我怎么这么多皮啊？这么多皮不错，拿出这些皮，然后呢再拿出一些木棍。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做一大堆的，就是展示框哦。呵，等下展示框有这么难做、哦？啊，没差，我们先用57个来测试好了。效果就像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它完全哦，完全没有一点点接缝或者是就是其他像素干扰。这样子过程中还看得出一些东西嘛？那我们这样子呢？如果我把整面墙都贴满，就会变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各位想一下，这个是不是非常恐惧的一个东西？我今天呢就是要拿这个来恶作剧哦。那恶作剧的地方呢，我其实也已经想好了。恶作剧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那个往下的这个水池啊，这边。各位看这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恶作剧方式？因为要来参观的人一定会从上面下来嘛。他们这样跳下来之后呢，不是会像这样穿下去吗？穿下去，他们会先饱受第一次的惊吓。有了第二次惊吓之后呢，他们不是会从这边有没有？这边往上，然后就这样冲出去吗？啊，如果他们冲出来的地方不是陆地，而是一个神秘的蓝色空间呢？感觉超恐怖的吧，各位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超恐怖！我觉得这个一定非常非常不错啊。就我怎么穿越到一个神奇空间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让人家饱受惊吓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我们现在就64格真的不知道够不够总之我先把那个空间挖出来好了，挖出来才知道要做几张地图嘛。我们就在这边弄个小空间。OK， 观众像这样子的空间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有没有像这样子的空间？接着我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在周围有没有放一些可以发光的，就是方块、照明方块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地图会有没有全部都是统一的颜色哦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啦，所以说我们先去准备一下。我记得天神应该有给我们很多的照明设备才对，我稍微找一下。哦，各位总，我目前呢有找到大概3组多的海灯笼，应该是够了。我们拿海灯笼把全部地方铺满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的吧？试试看就知道，应该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就是全部都铺一下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就是稍微省一下，可能要放上去才知道。我们一个一个放放看。哦，结果好像也不需要就是放满。我中间全部放一条，有没有？像这样放一条，好像就可以了。感觉不错，感觉不错，特别恐怖的感觉。哈哈哈！我天哪！好的，观众，我在这边呢稍微花了一段时间哦，终于啊把我们的这个暗房给盖好了。这边呢有被我稍微填了一些土啊，这不是重要，重点就是下面这边了。我们进来之后，我天哪！各位这样子看得出东南西北吗？完全不行，对不对？我接着要做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哦，各位知道什么吗？我们啊要在这边放个这张地板门吗？像这样子打开，像这样子，完全盖起来了，很恐怖完全看不到东西哎。啊，最后就是这里哦，这里这个的话就更简单了啊，放两个告示牌就行了，像这样子，两个告示牌，然后这样子。OK， 完成了我们这个秘密暗房。各位看，我现在这画面是在旋转的哦，已经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按 F5 才勉强知道我们在干嘛。大家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出去。等一下，这有点恐怖。我靠着墙应该有办法跳出去吧？我跳出来了，我超恐怖的这个东西，真的超恐怖。来来来，然后这个道路连到那个好了，这个房子里应该会比较不错吧？像这样子，
感觉不错哦，像这样子，然后上面给它填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这超恐怖！哎、欸，我不能掉下去了，这边超恐怖哎、欸，我死都不想再下去一次。OK, 那接着我们这个已经盖好了嘛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来请我们的一号试验品来帮我们测试一下好了。现在亚洛特不在，只有阿洛在，我们就是直接叫阿洛上线来帮我们测试这个东西好不好？我上线了，你在哪里？哦，你人呢？你在上面吗？那你搭电梯下来啊。我会死掉吗？不会不会不会，就跟你讲，我改跳水台，你要进跳水台哦。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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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那么远？你在哪里？基地太大了。我基地太大了。基地。好，我按哦。好按。好。哦。哦，你会死吗？哦。哦。哦。啊啊，不是一样，是这边有改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上来吗？那，啊？你？啊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这样哦。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人到底在哪里？没有啊，你就在你，不是你如果不往前走，就出去就好了，就出去啊。往前？对啊，你怎么了？你看到画面不一样吗？哪边是前面？啊？整片画面都是蓝的。你显卡坏掉啊？不是。没有，你那个应该显卡坏掉，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？必的，哎，我不能挖，我真的、啊，我要挖开山出去吧？不用啊对对，不用啊，我可以直接走出去。可以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你往后走，我往后走，往后这样，但是后面不是，你不要、啊，你不要，你往后转，好，然后往右转，往右转，好，走一步，一步，再步，再一步，再步。下一步，好，然后往左转，往左转，好，然后往前跳，跳，对，跳，往前跳，往右，你按住右前，然后跳，一直跳，按住右前，一直跳，对，快点，按住左前，一直跳，那是左前，右前，好、哦，出去了，哦，哇。超恐怖哦！哎呀，这个谁走得出？这个谁走得出来啊？啊，你觉得这超恐怖哦？超恐怖，里面超恐怖，整个都蓝的。那总之就这样子啊。阿洛的反应其实还蛮有趣的啊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等来宾上线，然后看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吧。好，我是要带你下去看玻璃建设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。好，我们好漂亮哦，下雨。要下楼。漂亮的下雨。我们要下楼，你们看到吗？这里我们要站在钻石砖上，我们要下去。钻石砖，哦，这个准备好了，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哇、哦！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要乱动，你不要乱动，你这声音，你这声音也太抖了吧？你好抖哦！你声音好抖哦，你怎么回事？上楼了，耶、yeah ！喂，好久。哦，好到了。啊！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。等一下。哦，这么蓝。哦。哦，我发现出口了，这个。哦，对哦，因为你有光影哦。它可以靠你来帮助我们出去。哎，没有啊，因为它就只是一个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的逻辑，然后我想说这边应该是出口。哦，嗨，好，我们可以出来了。Yappy！ 哇，各位观众真是失策啊！我没有想过，就是杜杜居然会。开着光影玩游戏啊！我记得他之前应该是没有开光影玩的、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一下子就被识破啊，这样不行啊！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虽然说我们这个二整有点失败，但我们还有另一个可以二整的人选啊，就是亚洛赫啊，好不好？我马上请他上线一下，然后就是玩一下这个机关了、啊，一定非常有趣啊！我上线了，然后呢？你在哪里？上面。
你可以进到水电梯下吗？就直接下来进水电梯里、哦。我在水电梯下面盖了一个小房间，你一定很开心。真的哦？对对对，你刚下一下，下一下。听起来像监狱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快快快哦！你下去哦。啊！好、哦。哦。Hello。哎、欸，你在做什么 ？Hello。你在做什么 ？Hello。你怎么可以乱打？这是怎样？你怎么可以做奇怪的事情 ？Hello。放回去。我帮你放回去。好，你要出来啊！你要出来啊！快点。哪里？你要自己找啊！这里有个出口。靠！不要这么懒散，看屁哦！你怎么走过去的？就走过来啊！哦，你这么猛啊、哦！我走出来了。这里是不是觉得很有趣？这什么蓝色地狱啊？这个就是海洋地图啊！真的哦？对啊，我恐惧的不得了。等一下我迷路了。那你要用什么话来收尾一下？恭喜发财！真的哦？这真有够恶心的。还要去哪里？而且你一进去直接迷失方向哦。对啊，这个新的迷宫啊？请问？不是。好啦，那总之就这样子啊。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恶整啊，就单纯只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一个房间啊。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